我刚刚认识了一个 Orang Iban 朋友，但是我对 Orang Iban 是零认识的。没关系，今天我来带你们了解一般人的秘密。Oh my god！ 我不信！哇，你长得像华人，哪可能哦？你是住山上，住树林？去到我外婆家边的话，大概要2个小时哦。手剁。哇，你女强人呢？你这些都会自己做完的？最快的方式是2个小时左右才可以有 connection。Oh my god！ 但是打给999是没有问题的啦，我有试过。走力啊，停下，不要骂我。所以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的全名？我的全名叫做 Olivia Anna Dugong。就是你 IC 写在 IC。对对对，完全跟着 IC 的。Dugong是我爸爸名字，就像你们的姓氏这样。比如我跟你结婚了，然后你的名字叫做 CCY， 所以我们的孩子叫做某某 Anna CCY。爸爸是 Honestly Pure。你妈妈呢？我妈妈是一半一半。所以这样子 mix， 你就是一个 75% 的一个。对。一般人这样子。对，所以你是哪里人啊？你是？我是西部沙拉瓦。第一个东西是先慢慢从你的长相开始好了。一般人讲真的，我一开始在找到他的时候，要拍片的时候呢，因为我看的 TikTok content 全部都是马来文，所以我第一道想到的是你是马来人还是华人嘞？ Hari ini ada projek baru lagi di Ibu ke Barat, Selatan ke Utara, sampai Sungai Petan di Kedah. So okay guys, ini ialah Protorila A34, yang ni pula GTR R3. Mantap bosku. 哦，你讲一般的时候，我就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一般的那个五官都是像你这样子的。有蛮多蛮白的，然后也有偏巧克力。如果很白的话是吗？就看他们的家族哦。如果很白，就是和脸肤很像豆腐那种白。耳膜那种白吗？对对，超白。Orang Iban 它从可以那么白到比较黑啊，到比较像你中间啊，我是中间的，因为穿到华人的肤色。美国，为什么我讲到这一个？因为我真的 Orang Iban 真的是零了解。我想问一下，西部你有很多 Orang Iban 的朋友？超多超多哦，是哦。沙拉瓦跟三巴的话是属于比较多土著人，但是不只有印巴人啊，因为沙拉瓦的话基本上会讲印巴话，连华人都会讲。哦，是哦啊，所以西部的学校会教一般话啊？不是，是因为家庭的关系，还有就是邻居的关系，他们久而久之就习惯了一个语言。OK， 你在西马有人知道你是 Orang Iban 的时候，通常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不信，哇，你长得像华人，哪可能哦？然后你们直接改他一下，肯定，我随时都放在身上了，随时又放在身上。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会问很奇葩的问题，你猜什么问题？你自己想一个 point。你是住山上，你是住树林？没有，树林还好，你是住树上。鼓励哦，这个问题我觉得每10个里面10个问。这你都会怎么回答？走路跟我一起回家。以前旁边 holiday 啊，我妈妈就把我丢去干蹦。啊，完全是打不到电话给我妈，完全 internet 什么都没有，没有水有吗？水？水的话，我们去河边拿咯。还有就是哇，这太原始了，真的是要去河边拿水。因为如果我们用家里的水是吗？我们家里的水是很小的，所以如果你要冲凉那些啊，你要先开水。如果假如说很多人冲凉的话，你就要去河边了，很近吧？很近吧？刚蹦在这边，这个是鲁马班站，然后走路差不多3分钟就到河。水得来不易，水很小。OK。有河，河就可以解决水。那电呢？有电吗？没有，我们电是用 starter。啊，水电。那火呢？火的话，可以，你可以买煤气炉。哦，有煤气炉啊，还有木炭啊。啊，木炭。有 aircon 的吗？你那边没有。风扇有，只是说你放那边白煤嘛。是哦，因为要电才可以。因为我们那边算是如果假如说你启动电的话，是需要很大笔钱，因为你要买个谢别啊，对对对。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那边也是算蛮原始，因为那边的话还有很多干泵，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电话线啊那些啊还是没有进步，希望政府。那如果他在家里很想打给你，很想念你，他要打给你，打不到，你要去山上。对，要走多久啊？应该是2个小时左右。但是打给999是没有问题的啦，在那边我有试过了。Sorry 啊，警察不要骂我。因为小时候那时候我才不到10岁，所以我试试看。
这样，怎么一直没有的？就999啊，是可以的啊。对，因为那时候好奇嘛，如果假如说真的发生意外啊，还是受伤啊，如果打电话给 ambulance 还是警察，是可以的。就是你的那个西部那边要去到你的kampung那边是要多久？如果从我家去到 express， 因为我那边要用 express。从我家去 express 30分钟，因为那个船到嘎壁啊什么，我们就要换船来了，进我们的自己甘榜那边的话，大概1.5小时到2小时，我不知道现在船有没有变快了啦。去到我外婆家那边的话，大概要2小时哦。划船，手舵，没有啦，有。对，如果假如说遇到比较没有这样顺啊，可能比较有石头啊，你一定要关掉引擎的嘛，啊，不然的话你那个叶子就会断掉。哇，你是女强人耶，你这些都会自己做完它的啊？没有啦，我外婆他们做，只是说因为小时候已经习惯这种东西了。所以你应该比很多女生男生厉害，懂这一些什么 start 船啊，啃鸡 啊这些你全部都会，这些生活技能啊都是在甘波学来的啊。对，肯定我外婆都可以，我外婆啊，阿娇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一般的语言吗？啊，他们类似像马来文，可能加个几个字啊，还是 adjust 一下。就kamu cuba cakap bahasa Iban， saya cuba untuk fahamkan。fahamkan。OK， OK。最常他们想要学的一句话就是 deh udah makan。再一次，我猜看。deh udah makan。你讲很像马来文吗？根本不像，根本不像。你讲 ，de udia makai 啊 ，de udia makai。makai 在客家话是干嘛 ？makai。makai 的话是吗？其实是吃 makan。哦啊 ，OK。你吃了吗 ？de 是什么 ？de 是你 ，de k。不是弟弟那个 de 啦，是你，是甘木的那个。de udia。u u d a h。Ude 就是有没有 ？Suda 哦，又 Suda makan， 完全不一样。其实是很相似，你看 Ude 只是 U D A H 前面。OK， 就那帅哥的。Tano lucky sigat。Lucky 啊 ，lucky。Sigat 啊 ，sigat。Sigat， gacha， sigat 也不对 ，sigat 跟 gacha。什么的啦？猜看这句是什么意思 ？Ino budget， 喂 ，Ino budget，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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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get。一开始以为真的是跟马来文很像，但是完全的。沙哈瓦最大的 Olasli 是一半，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是吗？其实它不是属于 Olasli， 我们比较正确为 Bumiputra。Yeah. 所以如果你可能讲学校有什么种族，它是有华人、马来人 Bumiputra。然后 Bumiputra 的话，就有马来人，有一半人，有 Kenya、Lidayo， 还有等很多下啦。标准你中学有华语的吗？有哦，拿到风。哦，考试有考一般的吗？是有，只是说我没有去哪个科目。所以在你们沙拉旺那边是有一个 subject 叫一般的。马哈萨一般。不会不对，跟 Onasli 它的差别是什么？你们会喜欢我们叫 Onasli 还是不喜欢？其实都可以啊，但是有些人会敏感，因为 Onasli 的话，它又是属于另一个种族派。哦。就是比如 Orang Sakai。那、啊、你不没有听过哎、欸、，Sakai 听起来像骂人的、欸、啊，但是真的是有这个原住民的称呼，像我来到新马的时候是吗？他们很喜欢叫我 Sakai， 但是其实 Sakai 是吗？它是一个种族来的。它在哪里啊？这个蛮多的，其实，在每一个区啦，比如在新山的话是吗？他们就有一个 Kampung Olasli 这样子也是有的。反正不管是卡达山还是伊班啊，我们都叫 Bumiputra， 都会希望是 Bumiputra 啊，比较好听，比较好听，比较好听啊，了解。因为我们就是我家族几代都是在那个东马那边，所以你的 Kampung 里面是有很多你的祖宗的一些遗迹传下来，都在那个地方的。对，蛮多代下的。真的、哦，有多少记录到？如果像我爸爸那边的话，跟我讲第六还是第七代，我不知道，很多代一下。啊，但是在东马那一区啦，不一定在这边吧啦，他可能有时候搬家啦，这边不好搬过来啦，哦、啦类似啦。但是东马啦，啊，都是东马。台湾的原住民可能会有讲到说，他们唱歌很厉害啊，很会喝酒啊，然后很爱吃山猪肉。我想说，马来西亚的也会是这样子。
我们的甘榜也是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喝酒，也是很喜欢吃山猪肉。哦 ，OK， 一样的啦，都是这样子。然后所有其他的你所知道的布米布德拉哦，或者 RSD 都是这样子的。基本上哦，不知道为什么节庆啊？啊，搞外咯 ，Christmas 哦。对对，我有听过搞外的这个部分，它是做什么的？跟新年差不多一样哦，但是我们好处就是哦，不用包红包。马来人也是啦，要给红包。我们搞外不用的。是啊，这做什么、哦？你们搞外会放鞭炮吗？随便你放啦，你开心就好。那一天就是你最大。当搞外的时候，你的甘榜就是会很热，非常非常非常热。搞外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像我外婆家，然后她是有阿嬷搬家，所以呢，在这边的话是吧，他们会拿几只猪。好，砍几只猪、牛、羊啊、鸡啊，什么啊，大鱼大肉全部摆在桌子上面。哎，不用，不是摆在桌子上面，摆地上，拜神仙。哦，所有的人也会一起啦。对，就是女生的话，他们就负责弄酒了，因为我们是有酿酒，甘榜的话一定是有酿酒的，就是所谓的多多，它是米酒。然后呢，男生的话就砍猪、砍牛、砍羊等等啊，鸡啊那些。然后拿去烤哦，烤给整个甘榜吃哦。一吃的话是吗？就是吃了到天亮，天亮了还继续吃。这些动物都是你们养的吗？对对对。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板凳的东西？要看各家族咯。如果讲说，比如有些甘榜是吗？他们是不可以吃鳄鱼肉啊。然后像我的家族，他是不可以吃蛇肉，因为我外婆讲过我什么我祖先啊，谁谁谁啊是蛇啊什么的。以前他们老人家讲，我也知道我这一代啊，还是下一代啊，不可以吃蛇就对了啦。但是鳄鱼的话，基本上我们是不可以吃啦，因为我们每次如果去甘榜的话，我们是坐船，然后老人家说，如果你吃了鳄鱼是吗？他们会报仇。你看过鳄鱼？看过，很常看。我们过河，因为那个河是蛮宽的嘛，然后你可以在泥呀、啊，在那边会看到他们在那边晒着太阳，好舒服。他不凶吗？你不要去搞笑他了。Oh, OK OK， 他会不会来看到你在船上，他就冲过来？嘟嘟嘟嘟，你看去看来嘟。是哦，所以鳄鱼是不会伤害人的。鳄鱼的话，它是不会突然间去 attack 的，它除非是因为觉得自己感觉到危险了，是吗？它才会去 attack。比如啊，你明明看到鳄鱼啊，你就要慢慢的去走掉，你不要突然间，它肯定是追你的啦。OK， 大家学到了吧？当你看到鳄鱼的时候，不要不走掉啊，然后偷偷的啊，但是你可以盖掉它眼睛啊，如果你身上有布的话，直接。这样子丢盖在那眼睛还是追不到你了，是的，或者就是你们看到鳄鱼，你懂鳄鱼其实还有一个意思的吗？什么意思？马来人啊，他们很喜欢讲 boy 啊，意思就是像渣男。如果有人你你都 boy 啊，但再不跟 boy 啊。我问你们哦，一般人对于政府是什么样有什么想法？讲真的，政府给我们的蛮不错的。只是说我们只是想要改善我们的现在生活，就比如甘榜没有线啊那些。但是讲真的，政府对我们的原住民啊，他们帮助很多。他们有时候去做捐款啊，因为我们那边甘榜有些很困难到自己都不能自理啊些，然后他们就会赞助钱啊那些的。但是我问了，就是你的甘榜因为这么的不发达，跟这么的难进去什么之类的。你的奶奶什么的，或者是家人没有想过就是搬出来之类的？我们反而觉得会比较喜欢甘榜的生活，只要是有的吃有的住，没有说特地说一定要去 enjoy 看戏啊，还是要去买车买物资上的东西啊，还是等等。因为呢，我们只要有白饭有酱油，然后配个洋葱啊，我们就可以吃饭了。这么简单就开胃啊？对对，哇，这个是我非常喜欢吃的。还有辣椒，辣椒是肯定是我们土著人最喜欢。哇，所以你们就是那么容易满足。对对对，真的。这样讲啦，你现在都已经来到城市生活了，其实你会比较喜欢怎样的生活？就是以城市跟那种甘榜的生活。我觉得简单就好。是啊。有时候啊，我们做的决定就是策划的很多，有时候那个明天的意外不懂哪一个道，这样子会留很多遗憾呢。所以我们活在当下。只有你是你这样子，还是很多一般都是像你这样子？基本上都这么乐观了、哦，是我们所谓的月光族。你们很骄傲，你们是月光族吗？其实月光族很好的嘞，我们是生活一天如一天。哇，这个其实以我家人传统这样下来的话，是不敢拒绝的时候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准备好，这样子我后面要怎么办？就担心很多。但是其实有好跟不好是，因为你没有担心很多，所以你会过得更快乐。对对对。
如果给我外婆的话，有钱的话她也不懂该买，因为他们吃有自己的米，也是自己的鸡啊猪啊都是自己的，他需要花费什么、嗯、就比如你看我的车就可以看得出我是多容易满足的一个人。来再讲一下你这个衣服啊，你这个衣服叫做 batik， 站起来一下给大家看看一下你这一个裙子。就是我们在甘榜很喜欢这样子穿的啦，还是出街啊，在东马的话比较容易看到。所以这个是你自己 modify 出来的一个一般传统服装，是叫人家缝那个针啦、啊、因为我们那边的话你可以选布然后这样模缝，然后你要上面配什么颜色，然后里面你随便你自己买啦。 OK OK， 大家今天的影片差不多结束了。然后其实 Olivia 有跟我讲过他的在西部甘榜的那个地方，我真的是非常想去。如果这部影片真的是破了500,000的人观看 OK， 还有破20,000个赞好不好，大家我就要去 Olivia 的甘榜那里，我就拍他的那个甘榜给你们看。大家记得多分享这个影片，还有底下留言，我就有机会可以叫我姐夫带我去的。哎，三个月里面啊，因为我们的机票要早订了，你跟外订是订不到了，你自己打算。